这样就是新增一笔的，按四就好了，哦，四它就新增了，新增进去。那如果你再新增的话，好像就可能就会有问题，因为同样，同样名称我不知道，我们如果建 key 的话，就可能会有问题。那我要怎么查询里面的资料呢？基本上就问题一，把它点两下，看一下有没有127，127，1247哈。哎，最后一笔，124，我有增加一个1247，这一笔吧，哈，执行看看，增加一列，1247，打开来，哦，那刚刚同学也是一样，因为他现在开启状态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你要再看到里面结果，请你把它怎么样，按右键先关闭一下，再把它打开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应该，然后呢，移到最后一笔的话，有没有？就是从这边最后一笔。有没有1247？那因为我刚刚点了两次，所以增加两个，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哦。刚刚同学点开来，奇怪，发现里面没有这样，因为它新增的，但是它没有更新，所以你必须怎么样，把这个问题按右键把它关闭起来，重开一下就 OK 了。或者是说，如果你不重开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哈，再下一个指令啊。这个指令的话就是 select，比如说我要把里面的资料全部都打开的话，那就是 select 所有，好，所有就 start from